哇，太漂亮了，太美了。来，有请，来，中间的位置啊，好。嘿，麦克风有请。好的，在这边有很多的问题要想要请教我们的女神孙艺珍啊，请问一下你在日常的保养我自己最重视的会做些什么，可不可以详细的跟我们大家分享一下？일단피부는중요한게너무많죠우리가피부를가꾸기위해서는해야할일들이너무많은데요즘제가생각하기로는피부온도를유지하는거를좀중요하게생각하고있어요其实真的在保养皮肤当的这个课题当中呢，真的有很多很多的细节要注意的部分。那我最近比较关注的是在维持皮肤的一个温度的部分。温度啊？네네温度。그약간우리컨디션이안좋거나스트레스받고이럴때얼굴이막붉어지거나막울그락불그락해지잖아요그래서그럴때이제피부온도가확올라가니까그럴때피부가되게예민해지고건조해진다그러더라고요그래서약간쿨링할수있는기계같은거나아니면마스크팩같은걸로좀열을떨어뜨리는그래서좀온도를계속좀낮은온도를유지할수있게좀하고있는것같고요그리고또수분크림을듬뿍바르는거는너무나누구나다잘알고있지만계속수시로덧바르는그런其实人的皮肤呢，会依照你的身体的状况，会有不一样的温度。假设你今天身体状况非常的不好，非常的累，这种时候呢，有的时候人很辛苦的时候，他可能觉得皮肤可能变得比较粗糙，然后也会变得红肿，就热就开始就比较脸的温度就变得比较热。这种时候呢，我就会使用就是会有凉感的一些，就是做保养的机器啦，或者是用凉感的一些面膜来敷，让我的皮肤的温度是下降的。然后就维持一个比较凉一点的那个皮肤的温度，这样子是比较好的。而且当然这个部分是应该所有的人都知道，就是一定要就是做保湿的部分。那就算你平常就是擦了保湿，做足了保湿的一个化妆品的在你的皮肤上，可是你要随时无时无刻就继续往上补你的那个保湿的一些化妆品的部分，这样子做保养的话对你的皮肤是非常的好的。哦，那也就是说由外而内，那由内而外的当然就是靠我们的 N2 美度玻尿酸水光仪哦。对，그거는너무당연한对，这是非常理所当然的一件事情。非常理所当然的一件事。일어나자마자핫팩먹는거너무당연한对，我早上一起床就会先喝一包，这是一个非常非常 routine 的一件事情。真的，你不止左脸漂亮，现在我坐在你右脸的位置也好漂亮，我左右脸都看到了。太美了，谢谢你。不可谢谢你 ，Thank you 好。好 ，OK， 我们大家通常都会给我们孙艺珍小姐有一个称号，叫做仙女啊。请问一下，你对于自己本身对于这个孙仙这个昵称有什么样子的想法呢？那平常又是怎么样维持自己的仙气？我们好奇。너무지극한평범한인간이고요我是一个真的非常平凡的一个人而已啊，平凡的仙女吗？좀사실부끄러워요그런얘기를들을때근데이제 M2 미도같은이런멋진광고를찍을때보여지는이미지가이제아무래도이렇게뭔가그런 아름다움으로보여지는것같아서그렇게감사하게도좋게불러주시는것같아요근데언제까지제가이여신미를유지할수있을지모르겠지만 M2 미도를꾸준히마시면서운동을열심히하면서한번건강하게아름답게나이들기위해서노력하겠습니다其实我真的常常听到这样的称呼时，我都觉得有点害羞，有点不太好意思。那其实大家看到的我的样子呢，其实都是在荧光幕上比较多嘛。假设我这次我是拍了 M2 美度的广告的时候呢，在广告中的我是真的非常的亮丽又美丽的样子，所以大家都觉得是很漂亮啊，很仙女啊，这样子的给我这样子的称号，我真的觉得非常的感谢。可是我现在想法是因为其实我
毕竟也是年纪也越来越大，我可能我不晓得可以维持这样一个仙女的样子到什么时候。可是呢，我为了维持仙女的样貌，尽可能的在努力中。那我会持续的在服用 M2 美度的产品，然后也持续的做运动，然后尽量的维持仙女的一个样貌。哇，太厉害了！所以 M2 美度的我们的超能胶原饮啊，就是帮助我们水珍小卷持续维持在仙女状态的一个最好的 product。真是非常棒，好，好 ，OK。当然我知道了，要一直在一个众人的面前呢、维持这么好的一个状态，的确是不容易。那平常会不会有时候觉得说，哎，想要放松一下，你会做什么样的事情来纾解压力呀、或者是放松身心啊？사실스트레스받지말라는얘기를우리끼리하잖아요근데어떻게살면서스트레스를받지않겠어요하지만저는요즘스트레스를최대한좀덜받으려고노력하는것같아요其实我们大家常常会讲说，我们最好是不要有压力，我们就各自放松一点，不要有压力。可是人活在世上，怎么可能没有压力嘛？可是我会尽可能的努力的，让我自己少感受到压力的部分。그래서스트레스를받을때최대한온몸으로받지않기위해서좀괜찮아질거야스트레스를받는다고해서해결되는일이아니야그래서마인드컨트롤을하면서또일상적으로가벼운산책이나또나스스로를가꾸면서운동을하거나관리를하거나이렇게하면또리프레시가되는것같아요그래서진짜스트레스관리하는거는저뿐만아니라모두의숙제인것같아요네然后就是因为人总是会有压力嘛，那就是可是我当我有压力的时候呢，我尽量不让我全身去感受那个压力，就等于是说。尽量让压力就是减小化，然后我就会自己给自己告诉自己说没关系，不要再去在意。其实你在这边一直感受到压力，这件事情也不一定能解决得了，所以我们就不要去想它，让自己就是调整自己的心智的部分，然后透过散步啊，或者是做自我管理啊，比如说皮肤管理，或者是做运动的部分，让自己就是重新就是充个电这样子。那这样子的话呢，压力就会变得比较释放，然后也希望大家呢，真的是压力是不好的事情，尽量不要受到压力。OK， 好，那其实我因为不知道孙医生小姐知不知道啊？因为我本身也是在台湾也是名演员啊，所以我还自编自导自演了一个电影。好，但那不重要，重要的是呢，对于演员的身份的时候，有时候会靠自己的想象力。把自己放入另外一个世界，另外一个状态，是不是就可以让自己的压力感受小一点？对不对？就是把自己进入到另外一个世界里面，想象的世界里面，压力就会小一点了。脱离现实的意思吗？稍微有一点这种感觉啊，你那。약간정신적으로그런문제가있을것같은데精神方面总是会所以他平常不太会这么做都是靠运动 或者是饮食 처음에그의미가제가잘못알아들은것같은데우리가현실속에서있으면서뭔가나탈출하고싶어막새가되어날아가고싶어뭐이런거를생각하시는건지모르겠는데저는가끔그런생각해요如果说你是这个意思的话，就是说你偶尔会想说我希望可以变成一只鸟，然后飞到很远的地方。你是这个意思的话，我也会偶尔这样的想。真的吗？你通常会是什么鸟呢？我通常都是老鹰，eagle。你会是什么鸟呢？对，독수리죠왜냐면다른새한테잡아먹히면안되니까我也是选老鹰，因为不能被别的鸟被抓着吃。好，太好了，大家以后我可以在那个飞翔的过程当中，说不定可以遇到孙医生小姐了。好，那除了这个平常的勤保养之外呢，自己本身还有没有什么样子的冻龄秘诀？有没有？꾸준한관리말고동안유지를할수있는분있으면저도물어보고싶어요如果说可以持续的做保养管理之后，就是不做没有持续管理。也可以维持动力，有这种方法的，也请告诉我一下。哎呀，的确就是要勤劳啊，
discipline. 네, 맞아요对对有纪律好对要勤劳그리고어쨌든이게각각좋은마음으로좋은사람들만나서네맛있는것도먹고조금많이웃으면그래도우리가얼굴이되게편안하고행복해보인다는얘기를하잖아요심리적인게되게영향을많이미치는것같은데그런의미에서좋은사람이랑맛있는거먹고수다떨고이렇게시간을보내는거그게어쩌면좀삶의활력이기도하고젊음을유지할수있는것중에하나인것같아요其实我们人在保持一个美好的一个心情，然后常常跟你的亲朋好友见个面，然后吃点美食啊，然后聊点八卦呀、啊。不是，人们不是有这样说法吗？就是你在维持你的一个笑脸的时候呢，别人旁人看起来是一个非常舒服的一个状态，就是你看起来就是一个很美好的一个状态。所以我觉得这个部分呢，其实你感受到幸福的时候呢，你的状况就会变得，就是还是会你的外在也是会受到影响。我觉得这个部分，是一个非常让你可以。啊，维持你的活力跟维持你的年轻的一个方法。好，就是心情要好，常常都是笑脸迎人嘛，哈、哦。那刚刚他有讲到，跟朋友之间也会聊一点八卦啊、哦。那我就想要问说，之前跟您的先生玄彬去看大谷翔平的球赛，是你自己想要看球赛，还是先生想要看球赛？啊，对，저희가거기사실너무큰경기였었는데저희가주최측에초청을받아서우리남편이같이갈래라고해서저는야구장에서경기를많이보진않았지만너무재밌더라고요그래서그런경험들이있어서너무흔히같이가게됐어요其实我们是这次的那个棒球比赛是一个很大型的棒球比赛，然后我们是收到了一个邀请，然后我们就是先生问我说你要去一起去吗？然后他就想说，虽然我平常也没有看，就是常常去看棒球赛，可是我知道有偶尔会去的时候，真的那个棒球赛非常精彩很有趣，所以我就想说，好吧，那我们就一起去吧。然后觉得去了之后觉得非常的有趣。啊，太好了 ，OK， 就是跟先生一起去放松心情嘛，啊、哦，好，那。我觉得还有另外一个很好放松心情的方法，就是可以计划来台湾做一个全方位深度的旅游。有没有这个计划呢？在未来？사실이번에처음방문하면서이제까지왜저는대만을오지못했지라는생각을하게됐어요그래서사실이번일정이너무짧아서너무아쉬워요그래서일이말고이제우리가족들이랑꼭한번가족여행을올계획이에요네对啊，我这次来了之后，这次是我第一次访问台湾嘛。那来了之后就觉得说，哇，这么好的地方，我怎么之前都没有来过呢？所以就我有这样子的想法，说日后我真的是要不是为了工作，而是一个家庭的旅游，就是要跟我的家人一定要再次来到台湾来旅游。好，一定要来到台湾旅游，我们大家都愿意当你的导游。好，接下来有没有什么样的作品，还是什么样的计划，可不可以跟大家分享一下？会想要尝试的吗？什么样的类型的作品？저는엄마가되고난후에되게하고싶은역할이굉장히무성이강한엄마역할을해보고싶어요네自从我当妈妈了之后呢，我想要饰演一个母爱非常强烈的一个妈妈的角色。你已经是了。我说的是演戏的部分啊，演戏的部分啊、哦、OK 我说他已经在做好自己的演员功课了、对맞아요네没错没错경험을이제표현하고싶은데对就是可以把我所经历的用演技来表达出来太棒了这就是我们 M2 美度最美丽的代言人啊，孙艺珍小姐非常感谢她今天跟我们分享了这么多啊。他平常保养的这个秘诀，再次谢谢我们孙艺珍小姐，也请孙艺珍小姐最后是不是有什么样的话想要分享给我们台湾的朋友们、粉丝朋友们，想跟他们说什么？오늘이번에 M2 미도로이렇게대만에초청해주셔서너무너무감사드리고또처음에너무이렇게환영해주셔서너무너무감사드리고요네저는배우로서또 M2 미도 모델로서여러분들께더좋은모습많이보여드리겠습니다감사합니다非常感谢我们的 M2 美度呢邀请我来台湾
加这样的一个大的盛会，也谢谢M出名度让我当代言人。那这一次第一次来到台湾，来这样子的一个机会，也非常的感谢。那我身为演员呢，日后呢，我会也是会以M出名度的代言人呢，会维持更好的体态跟状态，然后维持更好的样貌呈现给大家的。太棒了！再次掌声鼓励M出名度最佳代言人、最佳代言人孙艺珍小姐，非常谢谢你 ，Thank you so much for being here，Thank you。太棒了，谢谢我们孙艺珍小姐，也感谢现场所有的嘉宾、各位长官及媒体朋友们。我们的联访时间到这边就告一个段落了，谢谢大家今天的参与，祝福大家有一个美好的午后，谢谢大家，谢谢 ，Thank you。